好可爱哦。妹妹，你去坐坐，去坐坐，妹妹去坐坐，坐坐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跟妹妹坐坐。好，你勾他，好，看这里哦，棒哦，好，可以下来喽。好可爱哦！哎，你看宝宝，宝宝，你看那黄色叫大礼花。我看那种。你看大礼花，哎，你快，你站这边就有蝴蝶喽。对，站好，站好。好好好，不能碰，不能碰哦。啊 ，Hello， 我们有蝴蝶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好艳哦。对啊，这什么花啊？大礼花呀。啊，这我们这个也是。你看后面这个布看。哇，好美哦。这是什么花？一样大礼花吗？应该是哦。在这边哦，这个杜鹃花开超多的，哎呦，这个就叫杜鹃花。你要跟妈妈去一个。我进不去，你带她走一下。好啊，走。你奶奶跟妈妈一起走。哦，它就是平户，平户杜鹃。平户是在哪边？我觉得是平户。好美哦，有没有？快看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它叫戴安娜，香水哦，它是香水百合，香水味，哎，它是香水百合，就是婆婆很爱买的那个，就是它原本是尖尖的，后来打开它会有点红，好美哦。妈妈一个，来妹妹，哥，那这边还有这个，这边很多一些风信子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个是那个绣球花，绣球花像一颗球一样，那个、小橘子，那是什么？菊花啊。菊花。嗯。妈咪，为什么花掉了？不可以碰哦。桃。哇，好多哦。那个杜鹃的没有，它是杜，跟你讲杜鹃的品种，来。这个有很多，就是日本的杜鹃，日本的杜鹃。从日本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。山什么？山什么？山城玫瑰，还有这个哦，这是小玫瑰杜鹃，好可爱。好可爱啊！来，再换这边宝贝来。然后这个是水彩画，是啊，是啊，西马，无忧，对啊，西马，哇，那边好多那个绣球花，我们去看看。好多绣球花，哎呦，你看这就是绣球花，有很多颜色哦，有粉色、桃红色、紫色，然后后面还有蓝色，还有绿色。我们去看。对呀。妹，看路。差不多，我差不多就是要这个感觉。哪个？很多颜色，对不对？哇，妈妈那边还有粉红色。我们那个白色的，那个也是杜鹃。啊，我想要看看白色的杜鹃。那你们那什么？你看那边种什么？那边很多很多。脚合起来。有，停。来看我。啊。来 ，B B， 哥哥，你不坐在他旁边一下？哇，好多、哦！你要不要跟妹妹？跟妹妈录下影，妹，转过来。嘿。
好多绣球、哦。毕业，你有没有毕业嘞？里面基本上都是绣球。耶、真的。好啦。这什么一样都是绣球花、啊、只是它就是还没开到像整个花圈，你看它这边白色也都是，大家有空可以过来这边赏花，很多颜色，非常的漂亮。我老太手花爱情不哇，好漂亮的杜鹃啊，是不是？这就叫杜鹃，你刚好上课有学到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学校有种那个什么，对啊，红色的那个什么，大家有空可以来那个大安森林公园这边来赏花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好玩哦。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啊？小哥在干嘛？哥哥在挖洞哎，你要去跟哥哥一起挖洞吗？要吗？终于喜欢把这个水都给塞满满。好久没有来到大安公园玩沙了。太重了哦！你要干嘛？这里啊，盖这边。大坑。大坑。哦。哦，没办法，就是要加点水啦，加点水才可以。对。一二三四，要先算好自己带的东西。五个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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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找哥哥好了，好不好？东西去哥哥那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对。东西嘞？好，露娜最厉害就是收东西，鳄鱼，谁的鳄鱼？我们的鳄鱼。好，螃蟹、鳄鱼都带着哈。对。就是啊，今天留给螃蟹的，干嘛？好了，对，就这些。可以不要拨到人家哦，知道吗？哇，很大的吗？很大啊。因为我是看 YouTube 他们好像有做一个喷泉，所以我就那个就是做一个妈妈的。哦。就是很彩色，到处慢慢喷上天，就是可乐加那个什么。哦。冰点的那、这个再加。都看一些无为不为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。